这个减肥有点大，对的。那天我们用了新相机，对，开心，虽然还不是很会用啊。防抖效果 max。我们今天来看熊猫，来逛北京动物园了。来逛北京动物园，我没来过，游客似的。来看小熊猫，昨天去大石栏，今天是北京动物园。我们先去看看这个圆麦山丘。今天你是摄影师，你来长镜啊，我不管了。大熊猫，大熊猫馆和熊猫馆，还有亚运熊猫馆，是不一样的吗？嗯。它看上去有一些自闭。我们来看熊猫，然后这个熊猫馆里面没有任何一只熊猫。太无语了，真的没有吗？看不到，就看到了两只，然后那两只感觉有点自闭，看上去很孤独的样子。你说他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的熊猫是不是就是会很孤独？会。这是什么？数字动物园体验区。看不到熊猫身上，你看一看。只能看一个周边就啊，这就是那个熊猫咖啡。哦。我们去去去。超可爱。这种好像是可以养的，可以养的，哪儿呢？没看见哦，在上面。真假的，它真的都不动，不带动活了。啊！就很多人为了冲着那个，它叫地宫大星。我们来看小猴子。哦，你看那也很漂亮。北京的秋天真的很漂亮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哥。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。狼。哇，好棒！哇，这个都不像狼，那么瘦。超可爱。超大的一只熊。还有我们家小宝，小宝。感觉宝宝。感觉他们超暖和。你也很暖和啊，看他穿的暖不暖不暖服。爸爸，爸爸，哇，嘎嘎嘎，哎呦，小鸭子，哦，它不是鸭子。在认路的靠谱小猪。拉手手，这边这边。看到吗？看到。哎呦，感觉在骗我。骗你。什么也没有。我们去那边，去后面。好大呀！天哪，感觉它好 emo 啊！在吃东西。我们逛了一个多小时呢，感觉呢，就是这个动物园真的很大。但这个宿舍真的很旧，然后这个天气跟那个灯光一样抑郁，让我觉得我也很抑郁，动物更加抑郁。那个我们去看河马，只有河马屁股对着我们，两个人并排坐着，两个大屁股然后对着我们。哎，真的超大，我们已经逛了一个小时了，就刚刚逛了东区，对吗？对，刚逛完东区。没有逛完。对，还有好多，好多好多。烤蝉的。现在小朋友都要烤蝉吃，我老婆说烤蝉太贵了，不给我吃。我给你转钱了。十块钱一根的巨贵烤蝉。巨贵烤蝉。我又可以逛了，我刚刚都有泄气了。哎，你这样，你吃吧。我这鸟们，我这鸟好多呀。好高呀。远远的遥望一下长颈鹿，我给你们吐槽北京动物园真的极差，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差，也不是差，就是很旧，就是差，就是什么动物啊都被在里面居然那个长颈鹿，这个是长颈鹿园嘛，然后那个长颈鹿就是在那种地方，就是非常远距离观摩，就是看了那么多动物，没有一个体验感好的，而且动物都感觉快要不太好了，这种感觉避雷。但是我跟宝贝还逛得挺开心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逛得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饭。对，大家不要来这个地方，没有意义。猫有意义，猫有意义，跟着我走，不要想走。好。
给大家看看我们新买的相机，这是我找了很多然后买的索尼的 ZV-1， 然后因为它是白色的，然后就是放在包里就是很方便，嗯，然后就是可以翻屏的这种，就很适合录 vlog， 很适合录 vlog， 然后之后我们俩可以坚持的录 vlog，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视频。催更，催更，笑死！我们去吃饭啦！去吃饭！我们来吃汉堡包啦！尝一尝，好吃吗？我们来吃三文鱼腩。小脸不红怎么？热，你想看看吗？我现在感觉特别丑，我的妆都已经花掉了。你坐我对面怎么了？难道情侣都要坐在侧面吗？对呀、啊，还吃一个鲜。情侣我都坐在对面，我都喜欢你坐在我对面的那种，有人喜欢坐在侧面的。为什么？就是有人喜欢，那你为什么喜欢在侧面？因为你在我对面，我能看到你。因为我可以跟你有些互动。你在我对面也会有互动吗？我就可以跟你卿卿我我。你在对面也可以跟我卿卿我我。我就跟你吧。你的卡。我们吃完了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！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拜拜。